大家好，又来到了我的扣篮测验时间，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，也是2021年最后一次。今天没有测过的话，今天不会再有了，明年看看。所以今天势在必得。可是上次测的时候也是这么讲，但是上次陷入进来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觉得超近的。今天很多其实都很接近，是确实会比上次更进步。饮食没有控制，不然他原本要搭配饮食计划要瘦到88公斤，那他现在就一直卡在90公斤，所以大概2公斤也是会有很大的差距。所以只能说下个周期再努力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看我的这个展现奇迹的时刻 ，Go！现在有人在看，我们投篮就可以了。来 ，Steve， 请示范。好嘞，感谢感谢感谢，终于毕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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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能再看到他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梦想的力量，太好了。好，恭喜毕业，恭喜毕业。下课下课下课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我们来的时候是10点，现在是10:16。我有刚刚用皮球，但是这是他目标吗？其实要是篮球了，但是皮球只是刚开始，他知道如何灌篮之后再用篮球。不是因为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他了，所以什么球都可以。再皮球不行，我可能拿网球都来了。All set, all set, all set. Last set. 幼稚。假装靠近了。他今天很开心。想要灌大力，你就会变得是都没有完全延展出来。你要完全的就是想着摸高，
对啊，你有这种想要灌大力，你就变只有延展到这边了，那损失一点哦。好，这个再测试试。嗯，不过的话，我们拿回皮球。今天这样算免扣成功，免扣成功。但是那个小球很帅，有干净利落。刚刚虽然有一些画面是我拿着真球扣不进的，可是现在至少证明一点啊，我从本来可能摸到篮筐都有点老骨头，骨头快散了，到现在真的可以超越篮筐很多，而且证实是拿着东西是可以扣进去的。所以其实接下来只是可能去适应球，还有可能那个重量啊、协调的这个差别而已。我今年其实失败了蛮多次哈，到了29号，其实我昨天有点睡不着觉，因为想说如果今天再不成功的话，真的，会是一个很失败的案例哈。但是啦，只要没有放弃就不是失败啦，所以就算你努力了没有成功没有关系，只要没有放弃就没有失败。OK， 等了30几年的这个扣篮梦啊，在2021年的12月29号终于成功了。那今年呢，我是33岁，接下来明年5月份就34岁了。OK， 我33岁，然后一个可能你们看起来也不够高，大概170几公分而已。然后呢，重点是92公斤，我都可以扣篮成功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激励啦。那当然啦，这整个过程呢，一定是离不开教练的功劳，所以要特别 shout out to 我的教练 Steve。OK， 走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在遇见他之前，我是没有见过什么很系统化的跳高啊，或者是运动表现，可能是之前没有接触啦。但是就很开心，在我想要开始练跳高的时候，就有看到 Steve 的很多线上的课程。反正今天很开心，终于可以摆脱教练了，耶、yeah! yeah! ！教练开心，终于可以摆脱他。好感动哦！首先呢，必须说 Will 非常的努力。从1月开始找我的时候，看着他一步一步这样制定小目标，然后去达成，然后到现在这样子，其实也是蛮感动的啊，进步也有大概15公分左右吧。以上应该超过蛮多。对啊，那当然灌篮就是一个比较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运动，有练习。对，那当然还有这个大肚子啊、体重啊，那时候还用设定目标到可能87、88，但是在测试当天还是在92，所以他其实是负重了4公斤。这个健康是很棒的财富。然后其实到了30几岁，应该很多伙伴都知道你的代谢慢慢变得很差，所以其实减肥没有成功不能怪我、啊。今天都是你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了，所以还有什么梦想没有完成的，赶快去设立目标。我相信啊，就是不用等到完成那一天才开心，你在每天追求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的、啊。OK， 所以呢，再次的感谢大家，那我们2022年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